家好，我是 Janice 蟬奕格。其實大家都覺得、哦、我唱開歌應該沒問題啦、但係平時唱 pop song 同埋做音樂劇是很不同的、即係譬如話呢六場啦，我每一晚唱的方式都會有少少不同的、即係都係睇翻，即係我會入戲噶嘛，我唔係做翻嚴譯格噶嘛。如果做翻嚴譯格，我可能要好有 power 咁樣唱曬嘅。但係譬如話有一首歌是我要死的，咁嗰首歌叫做《讓我告別》啦。咁如果我是開演唱會，我就會唱得好靚，每粒音啊都好準啊，好多氣啊。但其實嗰首歌我死緊咯喎。因為要入戲，所以其實很多音是唱到好像冇氣咁樣，有啲音直情係唔出嚟咁樣嘅。咁其實是很難的，同埋再加埋今次是第一次做戲，完全又冇上過堂，即係有上少少表演的嗰啲課程，但係同演戲的嗰啲 training 係好唔同的。咁就第一次做戲就冇得 NG 喎，冇得甩詞喎，即係完全冇係零錯的情況其實是很大壓力的。咁如果想做戲，咪都想試下演古裝先？我乜都想試啦，其實除了格格之外咧，我其實一直都覺得做嗰啲打女好型，因為你知道我私底下其實有啲咩？我覺得咧就係、是、即係做特警揸槍嗰啲。我覺得就係乜都要試。咁如果係做丑女咧？都 OK 啊，即其實私底你哋可以去揾翻我前幾日喺 IG post 嘅，我係做翻文丑丑嘅，我係完全冇形象嘅，我係直情咁樣做文丑丑嘅，即所以我就真係乜都想試啊。